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住在神户的丫丫，欢迎回到我的治愈系绘画频道。这次感谢尼亚水粉提供的颜料，来绘画的一幅夜莺，用色简单，绘画过程简单，一看就会，一画就上手。他家的颜料很浓厚，画起来很顺畅，颜色亮丽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一起来尝试绘画哦，千万别忘了转评赞以及关注我哦，有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